每日灵修清净主，活在基督里。主后2019年7月2日。主耶稣啊，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。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，渴慕的心与你相交。感谢主赐给我生命气息，感谢主每天扶持我，引导我走义路。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，信实的主，圣洁公义的主，大而可畏的主。我要敬畏你，听从你，尊你的名为圣。我把我的重担忧虑卸给主，求主断开一切仇敌及环境的压制，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恼我情欲的压制，赦免我被盗的罪。求主耶稣用今天圣经的话光照我，赐给我基督内住的生命，赐给我永生的生命。我要存爱主的心来跟随主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诗篇第79篇1到8节。神啊，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，把你仆人的尸首交与天空的飞鸟为食，把你圣民的肉交与地上的野兽。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，无人葬埋。我们成为邻国的羞辱，成为我们视为人的嗤笑讥刺。耶和华，这到几时呢？你要动怒到永远吗？你的愤恨要如火焚烧吗？愿你将你的愤怒倒在那不认识你的外邦和那不求告你名的国度，因为他们吞了雅各，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。求你不要纪念我们先祖的罪孽，向我们追讨。愿你的慈悲快迎着我们，因为我们落到极卑微的地步。主耶稣，求你光照我，使我永远敬畏神圣洁公义的审判，曾经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愤怒，甚至使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，污秽你的圣殿，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。主耶稣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有恳切向主悔改的心，不要纪念我的罪孽。愿你的慈悲快快临到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救主耶稣在十架舍命，流出宝血将我罪洗净。若不流血，罪债还不清，荣耀归主你。箴言第22章第28节。你先祖所立的地界，你不可挪移。你先祖所立的地界，你不可挪移。主耶稣，求你指教我，不可挪移神所立的地界。求你帮助我，
远离贪婪，远离欺压跟抢夺的心。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荣耀归主名，荣耀归主名，救主宝血将我罪洗净，荣耀归主名。马可福音第十一章27-33节，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。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对他们说，我要问你们一句话，你们回答我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，是从人间来的呢？你们可以回答我。他们彼此商议说，我们若说从天上来，他必说，这样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？若说从人间来，却又怕百姓，因为众人真以约翰为先知。于是回答耶稣说，我们不知道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，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。主耶稣啊，一切的权柄都归于你，能力也属乎你。主耶稣啊，我要单单的顺服你，单单的倚靠你。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，永不回头。